联合国推虫虫大餐，节能减碳。大部分的西方人很难接受把昆虫拿来吃，可是爱吃虫的人说，虫虫料理既环保又实惠。全球食物价钱近期飙涨，就算是富裕的西方国家人民，也越来越买不起肉。虽然西方人不吃虫，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虫虫料理。联合国也劝大家少吃肉，多吃虫，因为养殖业非常的不环保，又浪费资源，又排出大量的污染源和温室气体。相对之下，养殖昆虫环保多了。现在西方人可能还不能接受虫虫大餐，可是经济继续坏下去的话，以后也许虫虫也会变成家常便饭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